放生真美好。在台湾嘉义县的海边，经常会举办放生法会。在放生的人群中，有一位洪姓老太太，她长久以来都坚持亲自参加放生。你看，那位老太太又来放生了。她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能坚持来放生，真是不容易啊。你说的是洪老太太啊？听说她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她可是位很慈悲的老奶奶呢。是啊，那她可真是了不起啊。哎呀，老太太，您小心点的。谢谢，我没事的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老太太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坚持每次都来放生啊？而且我看你行动好像也不太方便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我患了退化性关节炎多年，骨头都已变形，而且行动也不方便。啊，既然这样，您怎么还一直坚持参加放生活动呢？是啊，您的身体不好，应该在家里多休息才是。唉，我心里明白，这是业障。虽然我行动不方便，我还是要坚持一直放生下去的。我倒要看看是愿力大还是业力大，所以每次放生必定强迫自己一定要来参加，和大家一起走路，一起搬鱼。几年下来平安顺利，而且我每天至诚礼佛，身体越能弯曲自如。老太太，你可真是了不起啊。不过难道您就从来没有想过要休息吗？有啊，还真有一次呢。妈，你的胳膊不痛了？是啊，只要坚持放生，我这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妈，你看你的胳膊现在也好多了，明天的放生法会就不必去了吧？你身体刚好，应该在家多休息才对的。是啊，妈，你把鱼儿交给别人，让别人替你放生也是一样的。嗯，好吧。谁知道我有了这个念头后的当天晚上，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啊！我梦见好多好多的鱼在沙滩上，但海水竟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啊，这要怎么办呢？不快点救他们的话，这些鱼会死掉的。我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实在太奇怪了，于是仍决定亲自去参加放生法会。妈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啊？我想过了，今天的放生法会我还是要亲自参加的。昨天不是说好了让别人替你放生就好了吗？我想了想，还是亲自参加比较好的。啊，海水呢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过了一会儿，潮水开始上涨，就可以顺利的。如果不是护法神刻意提醒，放生万万不可以偷懒，我差点犯错啊。像我这么大年纪，还能有多少机会行善积德呢？怎么能轻忽怠慢，真是惭愧呀。看来放生真的很好，我们也应该像那位洪老太太一样坚持放生的。按理说是应该这样，但是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每次都参加啊。嗯，你说的也对。哎呀，不好了，
好痛啊！师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快醒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掉进这里呢？要快点到路上找人帮忙才行。为了求救，他奋力爬到公路上，想寻求路过者的协助。可是当时天色已黑，这条路又有些偏僻，哪里还会有车子经过呢？哎，都这么晚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车从这里经过。然而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一辆汽车马达的声音从远处渐渐接近了过来。请快停车，请快停车，好心人，求您帮帮我，我的车翻倒在沟里，我朋友现在昏迷不醒，求您帮帮我。啊，老太太，怎么是您呢？你们快帮忙把沟底下的人救上来啊。嗯，好，我这就下去救人。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啊。哦，好的，我这就打电话。求菩萨保佑啊，希望这两位年轻人都能平安无事。由于抢救及时，这两位年轻人并无大碍，一切平安。一个月后，他们两人又在放生法会上遇到了洪老太太。年轻人，你们又来放生了？是啊，老太太，你也来了？当然喽，我是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行善放生的机会。你们若不是心怀善念参加放生，那次车祸又怎么能平安脱险呢？我们还真是惭愧，当时对放生还有一种懈怠的念头。将心比心，今后我们也要坚持放生护生的善举。是啊，老太太，您说的对，放生真的很好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坚持做下去呢？
咪